啊！你们一番操作猛如虎，八圈之后洗涤，最后不是我们转了六圈，武艺都被转出去了都。宋亚轩、张震元把迪哥和武艺甩起来啦！好，来喽，这题也蛮容易的，请唱出带有“亲爱的”这三个字，三个字哦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情。拉进去，对，一首。我怎么办呀？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哎，谢谢啊。那我呢？一首。我们就别说，先不说了。好，不说。亲，吃。啊？你吃我。我以为是演古装戏，亲子，亲子我来，准备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手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漂亮。哎，我要唱什么来着？亲爱的，爱上你，恋爱日记，飘香水的回忆。漂亮。好，距离。最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最亲爱的不是嘴，最亲爱的。哇，最后一段副歌应该还撒娇啊，嘴嘴嘴，没有没有最最，我知道，是不是没有最最？好，我最亲爱的，好啊，是不是没有想到转完八圈还有机会？快点快点，快忘了快忘了。我们的策略，我们的策略，来，亲爱的，开始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慢慢来啊。好，老娟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。还有呢？啊、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其实算三句了。哦，对对对。OK 了，来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可以，武艺好，武艺来。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漂亮，最后一首过了就过了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回答正确，恭喜八圈，八圈转八圈，八圈的含金量，耶、yeah ！我们第三了，现在不甘心。我觉得下面这题，我建议体力不够的那些组啊、嗯、啊那些组就慢慢转，因为这题我觉得第一个答的绝对答不对。是的，因为太难了，确实有点难。来，摆好姿势，各位。还要转观众席是吗？这可以慢一点，慢点转嘛。预备，开始。怎么都开始转得越来越慢了？这个，因为太累了，估计，而且刚才说了，不见得能答对。我开始加速了，兄弟们。三、四，越来越快。哎，这边，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边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边，扣下分吧，扣下分。走了，走了。第二个。还想捡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是一个抢答，朋友们，抢答，抢答，朋友们，你们去嘛，拱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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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这个一分都没记得，还没一点斗志，来，我们第二个，好，准备啊，咱最后玩的，最后玩的，我们想不来，请唱出，分别含有，时，代，少，年，团的歌曲。一人唱一个字，就第一个人唱时，第二个人唱带啊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就年轻就老了。回答正确。哇，颤颤巍巍的。第二个来唱带。老秦要唱带，你唱带。我们要顺着往下唱吗？对对对，要顺着往下唱带。什么什么年代？什么什么？带谐音哦。月亮代表我的心愿，我爱你有多深？我没听说过是这样唱，先唱这句，再往后也可以，因为你是第二段再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对对，少，少啊！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？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？再来一句，再唱一会儿，你的表演时刻到了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？假如我年少有为，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。
懂得什么是珍贵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好，年，年吗？年，再唱一遍。假如我年少，不能重复。不能重复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天又一天。别唱了，一直给对方提供弹药，我忍无可忍了，朋友，好不好？到你们了，来，试试的啊，能十十。哦，时间呐，走吧。吓我一跳，这边这边，你突然换歌，你简直在。快乐到底是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万时代？我是哪个来着？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漂亮，年年，恭喜恭喜中国年，五谷丰登笑开颜。漂亮，团团有点难。一辈子不求别的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再思考一下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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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歌是对的，词儿不对。首先第一点。不是不是，一辈子不容易啊！哎，亚轩唱一辈子不求别的，就图个，也是实在了。好，来，居然还有你们的事儿！你第一个，谁第一个？我第一个，我第一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前面唱的都记住了吗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，年轻就老了。漂亮，在，在。你问我爱你有。多深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心也深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自己是不是没想到唱这么长？好，少少啊，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好，年好年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确实可以，他两句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真的是两句。团团团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、啊，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哥哥，我们的歌，我们的歌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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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们首先要祝贺第一名的，就是我们的三人组得了两分，他们获得了20个魔法石， yeah, 每人20个。Yeah. 那么我们迪哥、小武艺、真源和雅轩获得7个魔法石，不错，耶、yeah. ，也很棒了，也很棒，耶、yeah. yeah, ，你们有5个呢。对，小丁、老秦、子毅跟佳琪是获得了5个魔法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首先是由魔法石较少的。丁程鑫这一组弟弟，你要挑选一个队员，在5个魔法石当中来拿出魔法石进行消耗，和自己比大小，谁的魔法石更多，谁将赢得这一次的胜利。你选谁啊？你们想谁想来啊？我跟你来吧，我跟你来。各来吧，各。OK， 好，好，现在老秦，你们现在一共每个人都有5个魔法石。好，现在大家，我们转过去写来。对，这边。哎，蹲下来写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写完就把它翻上啊。好，写好了之后把它盖上。嗯，盖上好。OK， 好。来，各位，首先揭晓的是。丁程鑫在这一次出的魔法石的数量，在5个魔法石当中，弟弟大气，他拿出了1个，所以只要老秦比1个多，或者跟1个一样多，他都将安全过关。是的，你拿了5个，老秦拿出来吓死，快吓死我吧！我觉得老秦他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小气的那种人嘛，所以他也。拿出了0个。